这叫做每一次任何的这个群众他都可以站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力量跟精神的来源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李庆安骗了我们多少年？四十人杀妓女，立法院骗了我们多少天？三百天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抗议的不只是抗议李庆安，我们要抗议立法院，大家说对不对？立法院拿的是谁的钱？我们的钱。李庆安，立法院包庇李庆安，包庇了三百多多天，我们要不要抗议？我们要不要生气？这个李庆安这14年，他拿了我们1亿多元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他要不要还给我们？马英九说全面执政，全面负责，立法院有替我们负责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来要告诉立法院，告诉国民，告诉马英九，你们骗我们还要骗多久？他们要骗我们还要骗多久？我们要不要让他们骗？我们不让马英九骗，不让中国国民党骗，我们唯一的办法，我们人民就要站出来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李庆安的事件跟马英九有关系。李庆安有四美国人，大家说是不是？马英九是哪里人？所以我是哪里人？有人知道马英九是哪里人吗？马英九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所以台湾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台湾人要问台湾国的人民，还是要做中国人民，还是要做美国人？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台湾人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中国国国民党里头有几个人是台湾人，大家知道吗？他们有没有美国人？他们有没有中国人？所以我们站出来看以后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国民党包庇李庆安，包庇马英九，我们还要忍受吗？我们不要忍受，我们就要学习蔡英文教授。